人家昨天问过，哎呀，小的胆怎么这么小？是不是鸡蛋？我只想问一下哈，我是鸭子，怎么会晓得出鸡蛋呢？除非有人，但我也不是那样的鸭噻。还说啥子？每天一个蛋，有蛋好下饭。三天不下蛋，膏药锅里煎。没得蛋，你们就不吃饭吗？这刚刚在根本子上感觉出来一半，怎么又会是鸡蛋？妈妈，老子过身夹看看。这夹也夹不出来，好家伙，疼我肚子都会啊！还三天不下蛋，菜刀来相伴。三天不下蛋，膏药锅里煎。鸭子蛋，我们鸭子也不是下蛋的。我不是跟你吹，你们人类二辈子下不出来个蛋。长得还毛眼，往墙头扑看看。有消息，好了。今天的民营爆竹蛋，把老子擂蛋木给人家说打。